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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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三十系念法事大义。尊敬的诸位同修，诸位护法，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举办这个三十系念的进入了第二天，我们也希望啊，以我们的真诚心，以我们的虔诚的心，恭敬的心，祈求啊，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希望我们的无量劫的以来，这个累劫冤亲债主，还有我们的过往的父母、家亲近属，能够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能够往生净土啊，都能够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这个是最圆满的。所以有很多人啊，曾经啊问过我们，要尽孝，要让父母这一生当中能够离苦得乐，是什么样的功德是最圆满的呢？这个大家呀都是很清楚的，能够鼓励我们的父母这一生能够念佛，对于阿弥陀佛能够深信，没有一丝毫的怀疑，然后他们将来离开这个世间呢、啊，他们真的往生净土啊，那我们的孝道就圆满了。因为将来他们能够到西方净土啊，等于是成佛了。成佛啊，将来要去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而这些众生很多都会得度。因为佛都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报，所以你想一想，你这个功德有多大，是非常的圆满，所以要鼓励。就算这一个人不是我们的父母，你也能够鼓励
得让他对这个法门深信不疑，相信你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前几天我们打佛七，我已经讲很多遍了，我们念佛的人要如何让一切众生能够升起信心呢？关键不是在外托，关键在我们自己。不是在外面的，你今天能够做一个好样子，让大家对佛对法能够有一个深信相信，那你这个功德太大了。所以为什么我们释迦牟尼佛常常告诉我们，在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贵，那用什么样来供养呢？出钱容易做，我要学习讲经也很容易，但是那个不是关键，关键你能不能做一个好样子，让大家能够对你对这个法门能够相信，这个都是法供养的。你那个供养在一切供养中是最珍贵的，所以要做出一个好样子，不要让人家认为我们念佛是消极的，念佛是迷信的。今天你为什么要念佛？我要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呢，你也不能让人家看到听到又害怕，我念佛好像要去死一样，人家看到这样的会害怕吗？当然会害怕。像我的一个护法，他的太太还没学佛还好，他学了佛呢，他的先生跑到道场来问我，学佛是这个样的吗？他先生呢，刚好孩子放假，带一家人出去玩，他太太讲了一句话，啥都是假的。外面的境界都是假的，不要去玩，坐下来好好念佛是真的。啊，先生听到这个这样子，还想，以前我太太没学佛还好，现在学了佛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我搞不懂。师父你看，不可以这样的，我们很清楚，我确实真的，我这一生没有别的，我将来离开这个世间，我要亲近阿弥陀佛，我真的想要超越六道轮回，这个道理我们明白，我知道，但是你要弃机弃理啊，你要度化你的周围的人，如果用这种的心态你去度化，不但度化不了，而且对三宝会毁谤。这个是我常常的在提醒我们大家的，真的该化妆的时候去化妆，对不对？该打扮的时候也要打扮啊，早上起来也不洗脸啊，头发也不整理啊，什么都不敢啊，好像乱七八糟的，那走去出门，人家看到你这个样子，哎呦，学佛是这样，我干脆不用学了。真的，不是叫我们去执着，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对不对啊？只要我们不夸张就好了，不要过度夸张。因为你也要度众生啊，将来你念佛
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还是要度化众生的。我们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去享受的，也不是去享福的。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去学本领啊，我要去学能力，我将来有这个本领，我有这个能力，我要去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些苦难的众生啊，跟我是一样解脱之路。所以我们今天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学习的，毕业了，毕业你要去工作啊，去哪里工作？看到哪一个地方跟你有缘，在十方诸佛国土，只要这个地方跟你有缘，你就到这个地方来，你去度化这些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我们的真家，我们的真家是在哪里呢？这在十方诸佛国土的。西方极乐世界好像一个学校，提供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好过生活。就算你住在这个地方，住了无量劫以来都在这个地方，没关系。但是我们的目的就是只有一个，要去学习，学本领，将来要度化众生。那连你的周围的众生，你的人都不能度了，这个跟我们念佛不相应啊，真的。所以说实在的，师父出了家，出了这么多年，看了太多了。所以啊，成家真的不容易啊，结婚真的不容易啊。什么叫做结婚？结婚啊，什么叫结婚？结了就婚了。昏了头啊。你是不是真的吗？你看师父以前啊，有认识一对年轻人啊，今天跟大家讲讲话了啊，当作我们在研讨了。师父啊，在自己的道场呢，每个礼拜天共修完呢，都会跟这些同修啊坐下来喝茶，讲讲话，讲一些佛法。听了之后呢，我发现呢，我选择这一条路啊是正确的。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如果因缘到了，赶快出家。没关系，年纪老了也无所谓。如果人啊没办法不想给你剃头，没关系，你来找师父，师父帮你剃头，只要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同意了，我就帮你剃头。说实在的，我听他们讲这些人的这个家庭的事故啊，我在想真的不容易啊，成家真的不容易，但是说容易也容易，看你们的心态。你看哦，有一对夫妻还年轻，因为小小的事情闹得两个很不愉快，然后来找师父怎么解决。你看哦，只是一点点的事情哦，两个人看不开，两个星期不讲话，你想一想，两个星期耶，小小的事，如果他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以佛法来看待这个人生，你这个人生真的非常的是美妙的。两个星期不讲话了，有一天他先生要出差，告诉他的太太，怕我睡过头了，所以我早上一大早要起来，我三点半一定要起床了，然后写了一张纸给他的太太，他的太太接受了，结果呢，他太太怎么做呢？
就写了一张纸，没有跟他讲话嘛，就告诉那先生，好，我明天三点叫你起床。好了，结果呢，明天早上凌晨呢，刚好三点，太太起来写了一张纸放在桌子上，赶快起床，三点了，放在这个桌子上。啊，先生没想到一睡过头了，起来了又吵架了。你看，真的耶，人生其实本来是很美的，所以因为我们的愚痴啊，有时候把这个小事把它变成什么，变成我们不应该的事情去面对的。所以人呢，愚痴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今天学佛，我们今天念佛也是如此，要把我们这个愚痴变成我们的智慧。人有智慧了，你整个人生观真的是不一样了。对人对事对物，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就算在这个人在你的旁边让你很痛苦的话，你也不会这因为他而痛苦的，都有因缘果报的。解脱了，真的是解脱了。现在只是因为责任我们在活在一起的，但是我的人生观呢，不会被这个烦恼而所控制的，来让我来清净心不能得到。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念佛，念佛一定要做一个好样子，回去，对不对？回去了，赶快做一个好样子。以前喜欢发脾气的，赶快改过来。我从今天开始，我也不发脾气了。以前喜欢去讲人家的是非，我从今天开始了，我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以前我眼睛喜欢看人家的是非，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多看经，多听经，我从来也不干涉别人的问题。好好把你的心放在这个方面，你好好来念佛，你好好来修行，不但你能够得度，你的周围的无形的众生也能够得度，你那个功德不可思议的。所以师父呢，说实在的，我每一次啊在做这个三十七念呢，每一次在念这个三十细念内容的开示啊，我真的发现了中峰国师在这个开示当中啊，每一句哦都是从他的那个自信啊，那个慈悲的关怀，对我们众生的护念呢、啊、流露出来的，也为我们说明。一遍的一遍的重复告诉我们，这一句名号真的是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鼓励我们，你要好好的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这一个啊，他的悲愿为我们说明阿弥陀佛的悲愿，阿弥陀佛的护念，对我们的关怀，对我们的爱护啊，超过父母对儿女那种关怀。你们没有发现吗？你没有发觉到中峰国师在这个三十七念所讲的话都是为我们讲这种事情？你们没有发现啊？所以阿弥陀佛在经上里面才告诉我们，他阿弥陀佛自己讲的，只要这一个人肯念阿弥陀佛，你真的念这句阿弥陀佛，你肯发愿，你真的想要了生死，超越六道轮回，我不想再受苦了，我真的想要亲近阿弥陀佛，我这个心真的我很想去亲近这些
诸大善知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这个时候，当下在这个时候，就派了25位的护法，这些大菩萨来护念你，在一切处一切时，让你这个道业上能够成就，让你在这个修行道业上能够无障碍，让你在这个生活上你能够顺顺利利的。而且经上也告诉我们，只要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光明都是随时着在我们的身上，都是放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悲愿啊，看到一切众生啊如此啊这么苦恼，没办法，所以啊无量劫以来用他的能力，用他的慈悲，用他的忍辱，种种的去磨练，种种的去考验，去锻炼，去练习，把这一句的功德，全部所修的功德放在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上。只要你肯念，你就能够获得这句弥陀名号的功德，这个是阿弥陀佛为我们提供出来的。只要你肯念，因为阿弥陀佛所修的功德全部都在这一句名号上了，再加上获得48愿的加持，你想一想，你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不可思议的。所以中峰国师在第37念告诉我们，真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能什么呢？能灭80000劫生死重苦，无量是什么样的罪业都能够灭了。凭什么呢？凭你那个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悲愿不可思议的，你要相信啊，这个37念里面都是讲这个道理。你看我前几年呢、啊，很多年前呢、啊，也不是前几年，很多年前，在台湾，就是在台南，有发生了一桩事情。这个啊，我给大家来讲一下了。啊，像昨天师父啊，梦见了我们师父上人，说实在的，很想念我们的师父。如果今天能够飞到台湾去啊，我很想飞过去的，很想念。那昨天梦见他了，真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见了老和尚坐在轮椅啊，我在那边推，推到哪一个地方，到一个小村，这个小村很多人住在那个地方，老和尚说这个地方好，很多人在那个地方生活很纯善很老实，就好像弥陀村一样。哎，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哎，然后呢突然间有一个人啊带我们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小庙，一个小庙，这个庙啊好老的庙，很老很老。然后我们跟师父上人就去看看这个庙，好老，没有人啊去打扫还是怎么样，整个庙里面很肮脏，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啊，那个心投入到那一个境界，整个境界就出来了。台湾呢，前几年前呢、啊，很多年前，不是前几年，这个政府呢要扩路。那扩路呢，突然间呢、啊、这一些工作人员呢、啊、去挖路啊，去挖。那挖路之前呢，这些住在这个居民啊，也是常常听到晚上呢、啊、这个狗啊常常会叫叫，那种好像有众生啊在叫的那种，好难听啊。你有看过鬼片啊，有没有那个狗啊在喊那种。所以这个工作人员呢，有一次啊，他们要挖，
这个地，因为要扩路嘛，没想到一挖出来啊，有看到白骨，看到白骨，大家吓了一跳，不敢挖，有白骨头啊，就是人埋在那边。但是呢，为了要正确里面呢是什么呢，越挖越多，哎，好多白骨头在里面，一大片呢、啊。整个这些工作人员吓倒了，不敢再挖了，报告了市政府，就市长。然后呢，市长啊去查出来，原来啊这些人啊是被谁杀的呢？以前日本侵略台湾的时候屠杀，所以把这些人啊杀了之后啊，放在这个地方，埋在这个地方，好多好多，查出来就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日本侵略中国。你看那个日本杀中国杀人，杀了不眨眼啊，好残忍呢、欸。你看那个南京，多恐怖哎、欸！那杀了之后呢，埋在这个地方。那怎么办呢？市政府提醒，提醒什么呢？超度。那后来呢？找到了台南净宗协会，然后呢，台南净宗协会的干部赶快报告给我们师父上人老和尚，老和尚从香港直接到台湾，老和尚说赶快办三十七年。老和尚下令了嘛，我们就做啊。你知道我们做三十七年那个时候是几点知道吗？你知道吗？下午六点。做到几点呢？十二点多。第一次。老和尚来捻香，市长来做斋主。大家热心的在这个地方做三十七年，用我们那个心来超度，因为他们呢是属于什么呢？孤魂嘛。那孤魂是很苦哎、欸，那个孤魂呢、啊、真的很苦哎、欸。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回向给他们？他真的是很苦，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他真的是很苦的。找不到啊！你看那个美国有一部电影，就是说这个飞机啊飞了半路啊，整个飞机出事了，掉下来，里面259个人全部死亡，全部死了，死了以后变成什么孤魂，很辛苦，一直要去找他的亲人，但是这些亲人呢看不到，只能哭，但是也摸不着。要跟他通电话也要通讲电话也不行，刚好这个人能够通灵的，他告诉家属，家属不相信。这些孤魂呢、啊，好苦好苦啊，苦不堪言。从这个影片里面你就明白了。那做三十七年的时候呢，做到十二点结束了，那我走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做维奴，悟行师父啊，做老和尚。啊、哦，做老和尚啊，老和尚啊，我们师父上人啊来捻香，也来参加，来参加一位，他不参加全部，参加一下子啊，第一时结束就离开了。结束之后呢，我走出来啊，走出这个门，哎，走出，因为他做这个法会呢是在空地，一片的空地，搭一个帐篷。但是很多都是没有那个遮雨的，因为晚上了不用遮雨了嘛，所以呢走出去的时候呢，突然间看到好多雨伞呢，我就问了，诶，为什么很多雨伞？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做三十七年的时候有一个不可思议发生，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我们都在做生死训练呢。然后回去呢，我们协会的干部才给我们讲，你们在做生死训练的时候呢，整个台南呢是下大雨，而且我们做的这个法会是在这个挖这个骨头这个坟墓的这个挖很多骨头这个旁边，整个台南都是下大雨，唯独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下雨。你说你不相信，事实在你的眼前呢，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我相信你们做这个三十七年，只要你那个心真诚的心去做，那个功德感应真的不可思议的。你要相信这个道理。凭什么呢？诚则灵。用什么真诚心呢？从头到尾把它做完，不要第一时做完了，第二时师父哎再见了，塞有娜娜啊，我明天再来啊，那有这样的，对不对？啊，三时，第一天第一时，第二天第二时，第三天第三时，阿弥陀佛，法会圆满。哪有这样的？不可以的。啊，如果特别的状况啊，没办法，需要离开，那就离开。啊，如果能够做的话，好好坐下来，功德就是你的，不是别人。你这一生当中，你做这个人已经很辛苦，你不积功累德，你没有把这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将来离开这个世间，你要带什么走呢？你自己不修福，你自己不修功德，你想要将来得到人生，生在一个好的地方，生在一个好的环境，生在一个好的家庭，有可能吗？不可能啊。你今天想要我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没有把西方极乐世界的因修好，你怎么能够往生净土呢？你想要得到将来听升到这个天道去享福，你没有把这个天道的条件，你能够升到天道吗？是不可能的。我们人生很短啊，你自己不积功累德，你要靠谁？为靠你的儿女来为你修福？不依靠。 You understand?嗯，我讲的话对不对啊？ You understand? 你明白吗？这个就是简单啊，给大家鼓励。鼓励什么呢？鼓励我们要用你的真诚心去感菩萨，才能够有应。你没有用你的真诚心去感，你怎么能够有应呢？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修行一个人能不能成就，不是在阿弥陀佛那边，你能不能成就，关键在你这边，你有没有这个心，那个才是重要的。哦，这个一定要清楚。好，我们来看下面。所以中峰国师啊，在这个地方啊，告诉我们，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诸大善知识，都是以这个念佛成就的。所以你要安心，你不用怀疑，你放心就好了。因为阿弥陀佛，因为十方一切诸佛菩萨也是如此，也不例外。所以他们不可能用这个方法，哎，告诉我们用这个方法，然后呢，他再用另外一个方法，是不可能的。这个你要相信。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的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
我们的净土中第四代的祖师是谁呢？是谁啊？啊，第四代的，嗯，那怎么不讲话？哎，师父讲经就是这样，有时候来问大家的，第四代是谁啊？是谁呢？说明啊，你们对这个净土宗没有真正去认入，不可以的。哦，阿弥陀佛这么慈悲了，你还不好好认入、融入了，怪辜负了大家了，辜负了阿弥陀佛。所以昨天有一个居士问我，他说啊，阿弥陀佛为什么他的寿命要无量寿？这个也不是属于这个，那不是跟执着有什么关系呢？来问我这个问题。我们凡夫啊，往往用自己的看法、想法的眼睛来看圣人，你说能够看得准吗？看不准的。阿弥陀佛今天为什么无量寿？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悲愿，为了要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让这个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才发这个大愿，无量寿。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是因为阿弥陀佛执着，不是。阿弥陀佛今天所发的愿，所修的都是为一切众生而所发愿的，西方极乐世界所建立也是如此，也不是为他自己一个人所建立的，一切众生而所建立的。那法照大师啊，是我们净土中的第四代，你要记得啊。法照大师呢，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有一天呢、啊，他在吃饭的时候啊，我们平常出家人呢，还没吃饭之前会祈祷。啊，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供养啊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啊大势至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弥勒菩萨，诸尊菩萨。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吃饭之前，出家人会做个祈祷的，啊，因为现在我们简单十声佛号。那这个法照大师，当他这祈祷文念完了之后，当他拿他的钵，我们每一个出家人都有自己的钵，像师父也有自己的钵。我们平常出家人吃饭啊，像我在印尼吃饭都是用那个钵吃饭的。啊，到外面只是随喜而已。如果到自己的道场，我都是用这个钵。提醒什么？提醒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怎么来的，他是什么过生活的，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的老师，是这样的意思。当这个法照大师啊看到这个钵的时候呢，看到啊整个钵里面呢、啊、非常非常的一种景色，不可思议的。看到什么呢？看到里面有一个道场，金碧辉煌，还有山有水，非常的庄严。一眨一很短哦，很短，一刹那之时，一刹那的时候，一看了不见了。不见之后呢，他就问这些同参道友，他所看到的这种情形呢，他就问这些同参道友，这个是什么境界啊？同参道友就跟他讲，嗯，你所看到的呢，是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而且文殊师利道场的道场呢，那这个道场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叫做大圣祖直林呐、啊。但是法照大师呢，不知道，原来是一个是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所以这些同参道友啊，就鼓励法道大师，既然你跟文殊师利菩萨有缘，你应该去朝山啊。所以啊，法照大师啊，就发了这个愿了。
当他发愿的时候，障碍来了，很多障碍啊，让他这个心的念头啊取消了，不去了。我们念佛常常有这样哎，当你发心要念佛的时候，哎，障碍来了，很多障碍来了，障碍你不念佛了，障碍你在这个积极名号不相信了，甚至有时候不念了。常常不会有这样，是不是？我们常常有这样，障碍很多哎。后来呢，这些统山道友就告诉法照大师啊，啊，既然你发愿了，障碍来了，无论什么样的障碍，你应该，你那个愿啊，你要确愿，不能退啊。所以啊，法照大师啊，回到疗房，跪在这个佛像，说发大愿，就算什么样的障碍、灾难种种的，就算我的生命，就这一次的行程就没有了也没关系，我这一生一定要到五台山，坚定发愿，把这个愿咽下来了。你要这样的发愿呢、啊？今天我们无论的生活有多辛苦，无论我们在这个生活上很多的障碍，无论今天我们遇到种种的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你那个心，你一定要坚持，不要动摇。像昨天所讲的，持之以恒，其而不舍。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狂风大浪，无论在什么样的顺境、善逆境、善缘、恶缘、好人、坏人，通通我能够经得起考验，坚持那个心，没有一个不成就的。法照大师发了这个愿，总算到了五台山。到了五台山，蒙文殊菩萨亲自来接引呢，还得了哎，对不对？啊，今天如果你走出门，在这个门口，啊，师父站在门口来接引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会感觉怎么样？你会跟我说，哎呦，你站在那边干什么啦？你让我很不自在耶。哦，这个文殊菩萨受到这种的待遇，然后啊，看到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金碧辉煌哦，而所看到的道场都是跟他的在这个钵里面所看到一模一样，而且这个道场上面又写了一个字，大圣祖哲林，竹林寺。然后听了佛号，听了文殊师利菩萨的开示，又听文殊师利菩萨的劝导，然后这个课讲完之后呢，问这个法照大师啊，就问这个文殊菩萨，他说啊，现在的众生根性啊，不如以前，很钝，造业很重，末法时代智慧又很浅，业障又很重，烦恼又很多，心又不能定下来，什么样的法门我才能够成就呢？文殊师利菩萨直截了当啊，就告诉法照大师，你要念佛啊。法照大师又问文殊菩萨，诸佛这么多的名号，我要念哪一尊佛呢？文殊师利菩萨也是直截了当告诉我们，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愿力比佛愿力不可思议。然后呢，文殊师利菩萨亲自来念一段佛号给他听，所以五会念佛就是从文殊师利菩萨留下来的，给谁的呢？给法照大师而传下来的，到现在。然后呢，就告诉法照大师下面的那一句话很重要，因为我已经讲过了。文殊菩萨就告诉法照大师，你要记得一件事，你要专心勤念，
你要真心的去念，将来你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你能够成佛了。没想到法照大师啊，真的后来啊成为我们净土第四代祖师。凭什么呢？专心啊，专心的念佛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分享，我亲自所遇到的。我有一次呢在念佛啊，静坐，师父喜欢静坐念佛。你看有一次呢静坐念佛啊结束之后，当我的眼睛啊一展开哦，有一段时间它不是很长，在那个时候呢，我看到很多这些啊，无论看到什么样的书、桌子、杯、碗，无论你看什么样的，显出来的都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哎，阿弥陀佛的像。因为师父喜欢用什么样的观想，就是那一尊佛，显出来都是那一个佛像。无论你看到什么都是佛像，无论看到什么都是阿弥陀佛的。我后来我才明白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经上所讲的一念十念，你能够真的那个心融入跟阿弥陀佛一样的，一念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真的，真的。所以你那个心真的要融入，你想要这一生自自在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要把这个佛号，所以中观国师说要念熟了，熟了整个境界出来了。这个是我一个经验给大家分享，所以我很相信佛所讲的，在这个经上里面真的你能够融入到这样的境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看待你自己的愿力，你想要今在走，阿弥陀佛在你的面前告诉你，我现在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那个愿从来不动摇，不犹豫，你会直接跟阿弥陀佛讲，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你走。那如果今天呢，阿弥陀佛已经在我们的面前了，阿弥陀佛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啊，你会怎么说呢？讲实话，可能有一些人说，师父我这一刻马上跟他走，但是回到家的时候阿弥陀佛在你的面前了，哎呀一大堆，哎，我的孙子还没长大啊，我的先生还没学佛啊，我的生意还没做得稳当啊，啊，这个佛堂哦，哎呀，很多事情还没处理，对不对？我还有约很多病人啊，我还有这个一大堆，哎呀，一大堆。阿弥陀佛，你们能不能再等二十年再过来？不见了。所以你那个心不是真愿，真愿就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啊，我看到我们师父上人啊，有时候听他讲一句话，那个眼泪流下来的。老和尚讲什么？我很想，很早很想就要去阿弥陀佛那边了，我真的不想住了。你想一想，听到这一句话，不知不觉有时候跟着掉眼泪，这没办法，要表法呀。阿弥陀佛要他留下来呀，没办法呀。啊，所以啊，每次啊想到这个，哎，那个眼泪流下来。哦，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今天阿弥陀佛是为我们一切众生的。所以啊，你想一想，文殊师利菩萨是古佛七尊古佛的老师，哎，在佛门里面呢，文殊菩萨呀，是大菩萨，是智慧第一的，他也是为我们讲，直截了当一句阿弥陀佛，
万德洪明，普度一切众生，这么简单你还不学，但是意识内容很深刻，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啊、哦，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的啊、哦。好，我们看下面，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这两句话讲得非常的亲切啊。时间还有十分钟。啊、我看你们的眼睛啊、哦，好像看着我这样，我也很不好意思的啊、哦。但是我也不好意思，也讲跟大家来讲啊、哦，难得嘛。要不要继续十分钟？继续吗？那你们讲的啊、哦，那这两句话呢？抱歉啊、哦，每次啊想到我们师父啊，这个眼泪啊就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啊、哦，那个这两句话呢，是讲的跟我们呢、啊、阿弥陀佛很亲切的，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是说明什么呢？中风果实要为我们说明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桩大事啊。最大的关键不是在外头，是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内心。今天你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关键不是在阿弥陀佛那边，关键在你这个边，你有没有肯，你有没有真心，你有没有一种向往，你有没有想要亲近阿弥陀佛，你有没有想要超越六道轮回，你有没有想要离苦得乐，关键在你这个地方啊。阿弥陀佛从来不勉强别人的，我只是把这个功德殊胜的提供给你们，你们有你们的选择哦，所以今天如果你不肯的话呢，我们一般讲九牛二虎啊也拉不动，对不对？你不肯去啊。所以有一个人呢、啊、问我说，师父，为什么我们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很简单，一个因素。什么因素呢？他对这个世间决定一定有东西放不下的，他才会这样，不然的话早就去了，跟我们一样。哦，所以呢，中风果师在第三十最后的大概要圆满了，讲了一句话，不是在劝导、哦、在警惕我们了，因为要圆满了嘛。里面大家没有去留意，有一句话很重要，中风果师讲啊，念佛之人啊，若不发愿，纵有功恨，下面是什么呢？一尘虚设，已不顺佛故。今天无论你怎么念佛的，你的功夫念得多好，你今天一天的十万声能够得定，种种的开智慧，但是如果那个心没有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这句阿弥陀佛名号只是修点福报，跟阿弥陀佛没有关系的。所以下面呢、啊，中风果师才告诉我们呢、啊，告诉我们什么呢？精而神灵，当知此意啊，以不顺佛故。今而神灵，今就是现在，这些神灵，神灵讲的就是这些没有看到的，也包括我们，我们也是包括在里面的。当知此意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关键不是在阿弥陀佛，都是你自己本身。你不往生西方，你不想移民，那个是你的事，
我只是把这个提供给你了，只是阿弥陀，我看到你们很被爱，明明知道很苦你还不到，明明知道很苦你还不想要超越，那没办法呀。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中峰果师在这个三十七念里面，在这个开示当中，下面常常呢一遍一遍的都在来提醒我们，其实极乐世界并不在外面，阿弥陀佛并也没有离开我们，直接了当告诉我们，我们跟阿弥陀佛本来没有什么两样，是一不是二。所以中峰禅师在这个三十七念第一时一开端就告诉我们，第一句是什么呢？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下面是什么呢？我心即是阿弥陀佛。所以中峰果师在这个地方啊，三十七念的一遍一遍的提醒我们，用意是什么呢？人家感觉很啰嗦，很啰嗦的，好像一遍一遍的讲，一遍一遍的讲啊，像师父小的时候很想念啊，那个母亲啊对儿女那种爱护关怀。那个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常常啊早上起来一遍一遍的讲啊，你要怎么样做人啊，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做儿女的会感觉好像妈妈很啰嗦诶，你讲一遍就知道了嘛，你何必一遍的一遍的讲，是不是这样？我们小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对不对？哎，妈妈很啰嗦啊，我知道了，但是妈妈一直在讲。所以有时候我很想念啊，很想念母亲那一种对儿女那种关怀的爱护，说实在的很想念。现在做儿女很多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怎么珍惜呢？其实做母亲在你的旁边呢，比什么啊更珍贵啊。很多人不知道，认为母亲很啰嗦，认为母亲是一种负担，认为母亲在这个生活老的时候是一种什么让你不自在。其实他在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关怀，需要我们来照顾的。所以现在很多啊做儿女的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这个生命从哪里来的？谁给你的？老天爷给你的吗？上帝给你的吗？不是啊，是父母给我们的。就算今天父母不好，你也不能用一种不善的不好的态度来对待的。你看现在多少人呢，把父母放在哪里？当父母老的时候把父母放在哪里？没办法照顾了，老人院，残忍啊。你看台湾台北，前几天我讲过了，辛辛苦苦把儿女养长大，希望儿女能够做医生，把钱所赚的钱让儿女去读书最好的学校，没想到个个成医生了，成医生哦。父母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要照顾，四个诶都是医生诶。把父母放在哪里？老人院，真的很悲哀。现在那中峰果师为什么要一遍的一遍的提醒我们呢？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不要忘掉。忘掉什么呢？忘掉你是谁，你的本来面目是谁。中峰果师告诉我们，你本来的面目就是阿弥陀佛，你本来的面目就是成佛的。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你是李三，我是张家，你是老大，我是老二，你是老板，我是员工，常常有这种分别心，变成什么？变成你本来的面目是错的，变成这个样子。中峰果师直接了当告诉我们，你要知道这个都是假的。所以在三十七念里面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
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明白吗？所以庄严国师啊，在告诉我们不拘心外，什么意思呢？明天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真的很对不起哈，有时候好像看戏一样，试不完让人家很这种的。啊，这个是简单啊，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了。啊，我希望经过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听经，我们的闻法，希望大家能够对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能够懂一点点就好了，懂一点点你已经不可思议了，也希望你能够明白阿弥陀佛的慈悲，像我们的佛像黄金臂昼夜长垂啊，所以回去啊，该上班的去上班，该工作的去工作，该处理的去处理，有空赶快提起这句名号，世间一切万物随缘就好了，不要去过于执着，因为一切万物到最后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得走的、哦、好好的去做，尽心尽力，只要你的责任把它做好都是最圆满的。有空呢赶快提起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把西方极乐世界变成我们的目标，比什么更重要啊、哦！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劝导，祝大家岁岁平安，年年如意，也祝大家老实念佛，希望我们将来同生极乐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